尊敬的陈老师，尊敬的纪老师，全球 FC 们，全球超凡领导人，超凡的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 Steven 张尔圈，非常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平台里面跟大家再次见面。首先我想借大家的掌声，在自己的电视前，在自己的电脑前，电话前，感谢我一生中的贵人，世界第一的华人之光陈婉芬老师、纪荣生老师，谢谢他们带我进来这个环境，给了这个环境啊，建立了我们这个家。也非常感谢马来西亚第一的李老师贵族姐，一直在帮我带我，让我 成长在这个超凡的环境之中。在这个疫情中，我们看到世界都改变了，很多事业都倒闭了，很多工作也面临了一个看不到黑暗的未来，很多事情人心都很彷徨，都不知道往哪里走。不过我所看到的就是安利事业在这个疫情中呢，就是越做越好，生意越做越大，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这个事业，很接受这一个事业。我非常开心的能够告诉老师，我在这个疫情之中也有了一个小小的成绩，也成长了。我现在呢是马来西亚四组 Q12 的翡翠，马来西亚人叫创办人翡翠啊。在这个过程中也非常非常感谢我能够在做到这个翡翠的时候，我的收入也很可观了。有可能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英联邦大律师，我也是六家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合伙人，我也是南宁万豪酒店的执行董事总经理投资人。在我的眼里，安利不是一个赚钱的事业，我在对安利的事业是钱是没有兴趣的。不过今次得到了这一个创办人翡翠的收入的时候，我也看到了这个数目真的不小，能够当得起我一个董事总经理的一个收入。我在想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 Q12 的翡翠都能够得到这种收入，那些钻石高级经理，这些总监，那些双钻，那些 FC 们不知道多我多少倍，那他们的收入是不是更加的可观呢？我在这个疫情中不单只是自己成长了，我的团队也成长了。我看到团队里面出了很多新上聘的人，很多新的滴滴，也有很多不同的聘级，也出了一个我们的翡翠，也就是我们的慧琴姐。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中，我看到他们的成就，也是他们的开心的喜悦。那么当然我的团队里面也有很多人达标，能够去阿拉斯加游轮的去旅游，尤其是第一次达标 的伙伴们，我看到他们从内心发出那种喜悦，我觉得我很开心能够看到他们也能够实现了一个小小的梦想。我相信有了这一些成长的鼓励，他们以后会做得更好。我相信安利这个事业，我们一定在这个趋势之中一定能成功，更多人也应该能够因为看到前面的成功的人，一定会更加努力的把自己的安利的事业做起来。我觉得这个事业呢，其实在这个疫情中呢，一定会做得更好。在这个疫情中，每个人最注意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健康。健康的事业能够一定能够发挥的最好。我们知道安利的事业，安利的营养品也是世界第一的。我在看到呢，在这个疫情之中，很多人被困在家里，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不要浪费时间呢走出来学习。所以非常非常感谢老师每个月给了我们那个9号的超凡全球日，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近老师，能够听到老师身边所有领导人的叮咛，能够听到老师教育，能够把老师搬到我们的家里面，然后再搬到我们面前，让我们直接的听到老师跟老师的团队，老师的学生的叮咛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最强的一个地方。
啊，再来这个疫情中呢，很多人都需要一个希望，因为这每一天我们听到的都是负能量的信息，每一天我们听到的都是这个疫情多么严重的信息，每一天我们听到的都是这么多这么多企业要倒闭的信息。在我们安利超凡安利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未来、有温馨、有学习的一个机会了。非常感谢老师给了我们建立了这么温馨的一个家庭，让老师的教育传递到我们的身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个温馨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事业一定会做得很成功很成功，因为超凡的家里面有一个文化的一个团队，有文化的教育，我们这里呢有成功的事实，有很多人能够成功都在这里表达了。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师说给我们的爱的教育了，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，我相信我们做的一定一定会更好。我第一次听到陈老师的课程里面，我就听到了一句话，老师说安利是一个助人的事业。我听到这个事业的时候，我非常非常开心，如果能够帮助人，我觉得那个也是我的人生的梦想之一。现在我有了一个小小的事业，小小的成就，我就看到我能够帮助了这么多人找回他们自己的希望，找到他们的人生的出路，找到他们能够赚钱的机会，而且呢他们赚的钱呢不是小钱哦，现在简简单单的做了一个滴滴都好过做很多传统上班的一个事业了。我在这个环境中，因为通过学习，因为通过教育，也得到了健康。这种健康呢，不单只是身体的健康，我也得到了心内心的健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能够给我的一个圆满的心身的健康。我在这个环境里面也看到了给到伙伴们一个希望，他们跟在我们身边跟随团队学习，跟随老师的教育学习，每一个人生命中都充满了那种喜悦，那种希望，他们活的不再是那种忧愁的日子了。最主要在这个环境中，我也学到了有跟家里人沟通的能力，如何去孝顺父母，如何有爱心，我们的家庭变成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圆满的一个家庭了，是吗？我觉得真正的在一个事业上的成功，我们必须要很喜爱我们的事业。如果一个人不爱上自己的事业的话，他是不可能成功的。我就爱上了这事业，我爱上了带着团队一起学习，我爱上了跟团队一起那种交流，我爱上了这一个爱心关怀的环境，我爱上了这个环境里面每一个人那种团结，那种温馨的感觉，我爱上了这个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有那种充满希望，我爱上了这个事业，就是因为有老师教，有老师带。我最爱上这个事业呢，就是也是轻轻松松吃喝玩乐，跟人家分享希望，跟人家分享未来的一个事业。所以我喜爱的事业，我觉得除了这个事业之外呢，没有其他的其他事业有这一种温馨的感觉。因为什么呢？在这个事业里面跟传统事业不一样呢，就是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合作伙伴们，我们跟我们同行们没有那种事业上的竞争，没有那种冲突，我们团队赢就是我们赢。所以在这个事业我觉得很完美，就是因为这个事业是充满了那种爱心，充满了那种温馨的一个感觉了。我走到了人生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呢，我觉得我什么都拥有了，我要做的就是一个赢家。老师一直跟我说过，一个人真正的成功不是看你有多少钱，也不是看你有多少权利，真正的成功是看我们拥有多少开心温馨的时刻，开心温馨的日子。我觉得跟随学习中，跟随老师身边，跟随团队一起的，就是我最开心最温馨的日子了。
最近我也学到了一个事情，就是第一个真正的财富是当我们放下我们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维持多久的生活状态，我们维持什么样子的生活方式，那才是重要的。在传统事业里面，无论你是一个大企业家，或者你是一个专科医生，或者你是一个英联邦非常成功的律师，当你放下你的事业，你要维持自己的现在的生活下去，可能维持不了多久。不过我看到了，在这个事业里面，安利这个事业里面，只要我们做到了一个评级，只要我们做到了一个成功的评级，我们不单只可以放下，我们放下可以长长久久的活下去，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单只不需要跌，而且呢，可能还会成长得更高，还会做得更加好。这个就是安利事业的完完全全最好最美妙的一个生活方式了。我非常非常感谢老师带我进来这一个事业，带我进来这一个环境，让我看懂了这个事业的美妙，让我在这里成长，让我现在呢过着一个非常有目标感，让我能够过着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生活里面，如果有一天上帝要召我回去，我会没有任何的遗憾，因为我现在活着了一个六六大顺圆满的生活。谢谢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。谢谢老师，再次的谢谢老师，谢谢所有超凡的领导人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。拜拜。